谁谁谁，可以慢慢说，不要急。爸爸，慢慢说。爸爸，哪一个动物是吃树叶的？长颈鹿啊。不是这样，长颈鹿在不停吃树叶的。对啊，没人，它会长新的啊。到夏天你再来看，它会长得很多很多啊，又可以长很多的新树叶。啊，那个是狗大便啊。因为那个放着那个是很脏哎，那个是大便哎，你怎么在玩大便啊？呀，太恶心了！我要跟妈妈说，说吴欣玉跑来玩大便。啊，太恶心了！你这个玩大便的小孩。请问吴欣玉先生，你为什么要玩大便呢？那个是树的果实啦，刚刚那个黑黑的啊，是树的果实。不喜欢果实。它也就是它的种子。种子。对呀。不是变大了啊？变大便了不是啊？冲冲冲！一再试。那你现在怎么都没有再拿树叶了？你要找一个什么？找一个。